你好啊，这个视频是演示一个，主要是演示这一个零件，是可定时控制空中分离的这种技术。那么首先呢，是做好这个公共结构的平体，之后把零件拧上这里。我另外有一个视频是演示怎么组装的了。那么这个呢，是把塑胶精简化，剪掉一些塑胶来减轻重量。那它的组装方法是，首先七台发射架连接的一个打气筒，我先来演示组装好这个。装好之后，把这一只手表件装好，装好之后安装到这里。那我现在演示怎么样去一个操作。好，安装在这里之后呢，去拿着这条橡皮筋绑住。捆绑好，捆绑好之后，先把定时器挂在这里啊，挂在这里。那这里呢，就是当启动锁友件发射的时候呢，整一个锁友件会把这里拔出来。先在这里锁住啊，锁住，锁住之后，现在就调时间。首先是一圈、两圈、三圈，三圈是为了它有一个回弹的一个力度。只有把橡皮筋挂在这里，就开始，就倒一圈之后，就它就可以，启动这个在空中分离的一个时间，一圈大概就是一秒钟。那么我是在地面的一个展示演示，那么我就先拧多两圈，就这样子。那现在就可以打气。现在的气压是 3.5kg 的一个气压， 3.5kg。 那么我就这样子，等一下会在这里打上去发射啊。我按下这里就是一个发射啊，3、2、1，3、2、1，发射。一发射之后呢，一发射，那么锁火箭呢就把这个开关就拉开，拉开的话，这里就进行一个回弹，看着这里啊，这里有一个回弹，当回弹完之后呢，上面呢就启动一个打上去的一个发射。3、2、1，就上面这里发射。就是这样子，
它就可以发射了。这就是一个定时分离的技术。